我找到新的蛋蛋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你有要自录这台吗？他差的卖掉了，怎样？把没有卖不出去的车，好不好？这卖不出去的价钱，今天我们要来估多少？估个屁呀、啊！这有什么好估的？来，哎，我的小老鼠，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点阅率不佳的那一部片子了。我们很尽力的在转型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个推车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到讲这个估多少，你要卖多少，以估嘛，对不对？在美食水水丝丝，然后介绍这个产业，我们也有啊，各位去介绍咖啡店啊，然后到手作型 YouTuber， 我们都做了，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好不好？大家支持鼓励一下，因为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阿呆，很多客人来哦，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来，然后都说小朋友也会看那影片。我说啊，这小朋友可以看吗？我们只是想要拍一些小朋友可以看的影片。你看像这种不讲话、叽叽喳喳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动作，小朋友应该可以吧？除了拍蛋蛋那一段，啊，其他应该都还 OK 吧？鼓励一下，我们做出各种各式各样的影片，那记得多帮我们分享订阅，因为坦白说啦，那一支片我对它期望很高，可是还蛮失望的，可能我们做得不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继续努力，好，可是我还是对它蛮寄予厚望，好不好？那就拜托大家了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这台车的过程。这台车从我某一天的晚上说要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，大家都加班，好，全部的人都投入这台车，就把它完成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整个任性老板，哦，如何处理这台车的过程，好，拍案叫绝，精彩绝伦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看影片。当老板说要做一台电瓶车车时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咱们想做就做，还需要原因吗？我觉得做出来应该会像山寨的某种东西。我只觉得他又在任性。没有，我一开始跟他就看。我觉得只是讲讲的啦，没钱没钱，心里面很无奈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被老板指派了一个紧急的命令，就要在一个礼拜之内要做出一台冰竹鼠车车1:1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赶往材料店，到材料行再继续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位于这一间。已经选好材料了，待会大家就会知道我们要怎么做。你说这一卷多少钱？这一卷1500块。这卷才1500。对啊，我卖也很便宜，卖。对啊。再不买3卷。不是，再买4卷的。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只能买多不能买少啦。好，我们本来想买4卷啦，可是老板娘说只有3卷，那没关系，那就3卷嘛。4卷太多了吧？你不是说预算5000？没有，老板给我5万。真假的啦，我拿5万放包包里了。会计就拿5万块给我。对啊，没什么困难的、啊、有钱就可以做事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是这个要贴整车的，看一下这个材质，挑色，深咖啡色。有找到你要的颜色吗？啊，如果我们要喷一台车，错，要几罐？那不止哦，10罐也不行吧，对不对？10罐哦，10罐应该是黑两个 A 10罐应该无啦。哦，我们差点忘记买黑色的喷漆，是那个阿姨提醒我们的。啊，你不要买黑的、哦，没，哎、欸，要要，这个是忘记，啊，忘记，对，我们要一罐黑色的，它的颜色啊，这个是它的耳朵啊，对，我们黑的要喷这个的。你那个是老力龙哎，对啊，阿姨提醒我的。老板娘，突破盲点。哎呀，也不懂。两个眼睛，对啊，应该2罐就够了。
来这里这么久，没有在这里洗过车了。这台车我用完隔音超好。这个才叫真正的隔音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不能做坏事，我可以花钱。你可以花钱。很简单啊，我觉得这胶一定是专门粘手的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那我那天粘完之后没有洗手，就去煮小吃的晚餐了。没什么，就是一直粘而已。好问题，我满手都是胶啊，很难洗。回家不能做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什么是奇怪的事情？没事没事，喷坏了再买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如果有的话，一定是你钱不够多，是吧？所以喷漆的时候我绕跑了，我就是算了，干喷坏也是有一种美感，不会喷坏啊，喷坏就再从喷厂再买再花钱了，怎么可能会出错呢？我们是什么团队啊，对不对？
心目中已经有达到六七成的啦，整体还不错啊，我蛮开心的嘛，我觉得蛮好玩的啦，其实。配音我配得很烂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配音的时候一直在骂脏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出来。有个人叫我重配了一次，没有一句话用到，让我蛮失落的。好像没有很像啊，对，很像，比较像没有啦，他们太郎，对吧、啊？你知道他们太郎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小孩，我就说小朋友知道，你没看过，南京跟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。那你有听过孤单北半球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听过伤心太平洋吗？对啊，这个好像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人想答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电视剧很差，我很难过。现在不会更好。要不然拍续集啊，做做五支全部做，对，五支都把它做。你不要乱讲嘛！我看，不录了，要不然翻译了。不录了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哦，要不要先加油？我看，好像需要，对啊。怎么会听这些小朋友的话啦？还要拍路人哦，找几个临时演员来啦。电视上不是都是 C 的吗？看环保局的啦，看公务局的，我先看，这是公务局的。我跟他招手，看很傻逼。棒！回大陆了，棒！啊，回去了，干超恐怖的啦，回去了。哎、欸，走这边是对的吗？他当然是要害他。对，他在害我。没有、啊。应该是在，我们应该在要在那一条左手。啊。有路人，棒棒，车子棒那边很多、啊。这是继在充气娃娃之后，他妈的又一个尴尬力作，妈的尴尬到不行。我很怕眼睛飞掉，我不敢开太快，害怕眼睛飞掉。那好尴尬、啊。前面是，这个。怎样啦？你 A 他小啦？没事，死我了！刚刚那工程车上了，还没看着我一直笑。他、啊、看着你笑，你就拍他。那 A 我想讲，啊，我把他拍起来，我把他拍起来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棒。Hello， 你好。棒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。尺度超高的啦，都带肿。谁的主意？这个胖子那边那个干，笑得太难了。就那一个，要拍他，拍他，拍他，拍他。哦太尴尬了啦。好，到了，总算到了。看，被骗他妈的，还什么被骗了？